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，哎呦嚯，可了不得了啊！谢谢，谢谢。哟呵，哟、哎、于老师，那菊花送于老师的。来就来吧，就别花钱了，就啊，啊，还有没有？哎嗨，前场3000多人，你说您就一人花钱，让大伙儿情何以堪呢？是吧？是是，还想什么呢？谢谢各位啊。嗯，刚才是烧饼和曹和阳是说的，这叫绕口令，这老段子。哎，这是我两个徒弟，是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来。嗯，换上我和于老师。哎，于。其实都不用介绍，是吗？大伙儿都知道。嗨，啊，这俩人说相声的，郭德纲、于谦，这都认识。对，当然了，有的观众人家愿意了解一下，问问这俩人台下什么样哦，啊，这俩人背后有什么小故事？是，包括家里的亲属都是谁？嗯，哎，演员嘛就是这样，摆在一个公众的平台上，需要让大伙儿多了解。没错。啊，这于谦知道。嗯。啊，他媳妇叫什么呀？嗯。他哥哥叫什么呀？他弟弟叫什么呀？嗯、啊，他父亲叫什么？我儿子叫什么？嗯、啊。怎么比喻呢？这是，就说连了宗了。就是你父亲叫什么，然后再问问我儿子叫什么？你以为一个人呢？谁以为一个人？你沾便宜就走，你这您说成一个人了？不是，我绝不承认是一个人。哎，这压根儿也不是啊，就是说这意思，嗯、就是大伙儿喜欢咱们啊，是不是啊、嗯？不喜欢人家不上这儿来，可不是吗？起满坐满好几千人，啊、花钱买票，人坐人疯了，就是不喜欢你就为了花钱坐这看着你恨得慌，嗯、啊。不能，是不是很正常？观众是有选择权利的，对，允许人家喜欢，也许人不喜欢啊，就看着郭德纲恨得慌，哦，这也正常。那不可不？那怎么办呢？嗯、有的那个一回家，有电视演郭德纲，马上调过去不看。哟，哎，上网有郭德纲，马上关了他不看。嚯、哦！一回头，他爸爸跟着看电视呢。嗯，江苏卫视非常了得。嚯、哦！他爸爸跟着看，嗯，过去给他爸爸咣、哎、一脚，这顿打啊。嗯。他妈赶紧拦着，别打了、啊、你爸爸是为了看柳岩啊，嗨、嗯、这都有可能，是还不如看郭德纲呢，这个、哎、这都有可能的事儿、哦、啊，观众喜欢咱们，咱们就好好的说相声，是又没有别的手艺，对、啊、打小就干这行，嗯，我们俩发小，对，法国人的小孩，嗯，谁呀、啊、发小，法国人小孩，发小是从小一块长起来，这就对，对不对，打小一块长起来的、嗯、小的时候我剃一大光头啊，他还留个小辫儿，对，我系个屁股帘儿、嗯，他戴个口罩，怎么那么别扭？这话说的，发小嘛，一块料子是吗？就想好事儿，谁呀？这 是打小一块长大的，对，是不是？我最了解谦儿哥，嗯，这十几年的合作一路走下来，我应该感谢于老师，您就客气。实话实说，这行里边再找这样的人没有了，啊、您捧了，人性非常之好，谢谢您。就是这个。善良那个劲头就有点像这个杜十娘那个劲头，对感情那个专业就像玉堂春，忧国忧民像赛金花。哎，您脑子里还有别人吗？就是你们四个。哎呀，好嘛，我跟他们仨都归一块了。不是，就说这个意思，是善良好、嗯。你要听我的，你改名就叫于金花。我叫于金花。哎，就是刮风别出去啊。怎么呢？广告牌把你一拍，大伙说嚯、嗯，砸金花了。哎，好嘛。我改一副牌了啊，都行。但是像董小宛这个你比不了，怎么呢？你那个饭量在这儿了啊，小碗吃不饱。这嗨，那是说的是饭量。人非常的善良，尤其是一块长起来的。啊、说句良心话，跟别人斗，哟，有个爱口的，合适不合适？哎，就是、我们哥俩这没有，有交情。这是跟亲哥哥是一样的。是在后台，就是德云社小剧场演出，嗯，他这一进后台饿了，哦。后台能吃什么呀？就简单的，旁边小饭馆叫碗牛肉面吧。哎，吃吧。热气腾腾牛肉面搁在那儿，他拿起筷子、嗯、还没吃呢。嗯，我这一推门进来，哦，准撂起筷子。啊，来，来，你来。哎，你先吃啊，你来一口。对，别，快吃快吃，这疼人，就是得让一碗面不值钱啊。啊，说这份心意，这主要是这话。这儿叼着烟卷啊，拿出一根来，来，你来一口。对。我来什么一口我也不会抽啊，啊就是，但是是这个意思，嗯，每次都让，嗯，心情在这，是喝啤酒刚打开，啊，哟，来德纲，来一口，啊，这得来一口啊，谢谢哥哥，我不喝酒，对，就这份，嗯，那些年他年轻一推门，嗯，
他跟女朋友俩人正啃着呢。啊，看见我，来一口。什么来一口？这是让的事儿吗？这个说的我脸都红了。啊，来一口就来一口吧。我以为不来一口了呢。那会儿都年轻啊，谁没个十七，谁没个十八呀？都年轻。但是后来我跟他说，我说师哥别在后台。啊，你这么些人瞧着。后来换地儿了。哦，上场门下场门那侧木那条啊，有一木腿子，我们叫就那布、啊，就这个。哎，跟他女朋友俩裹在里边儿，嚯、哦，跟那儿啃啊。可是你想，你终归我们有开演的时候。对，他下午三点多来了啊，我们晚上七点半得开演啊。哦，怎么着也得把这布撕开。我多长时间呢？跟那儿啃？对吧？我们这主持人夸一撕个这个，俩人露出来了。是啊，他也害臊。嗯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是郭德纲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会说点话不会了？我就说这个意思。嗯，当然挺好。这后来就跟嫂子俩人就结婚了。这挺好的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谢谢您，这是老话。嗯，我这有一特点，嗯，尤其结婚呐、啊、或者这事儿，我看着高兴，啊，替人家高兴。哎呦，谁一说，哟，结婚了，请我来，那打心里痛快，愿意去，多忙也去。哦，谦哥结婚那会儿，我正好在外地，他在北京结婚，嗯，我在那个山东那边演出，是往回赶。那也来，多远呀？把这事忙完了，连夜坐车也得回北京了。又走，哎，参加谦哥的婚礼。嗯，进门先提字，哦，还给他写字。谦哥那儿好多文人墨客来了，给他庆祝婚礼。对，挨个刘墨宝，我也给他写了。哦，祝于谦同志的婚礼越办越好。我办几回呀、啊？我这是，我只参加过三四次。哎，对，后边也是有经验了。啊，就说这个意思。什么意思？婚礼找我，我特别愿意去。您高兴。葬礼我就不爱去，白事。说要谁死了，出殡让我去，打心里抵触，不愿意。哎，但是说相声要死了呢，这个葬礼我愿意去。怎么呢？我得看看是不是真的。哎，好嘛，恨疯了都。嗯，又恨疯了 啊！是真的，咱们好跟着随份子。哦，真的吗？那哎，对啊、你都崇拜我了吧？哎、我呀，说这个意思啊。嗯、愿意研究这些，愿意喜欢说这些个高兴的事情。是啊，尤其中国人。咱们看电视剧也好啊，什么看戏也好，为什么都希望最后是一个大团圆啊？中国人的心善良，人心所向。我们所有这些个民间传说呀、传统的故事啊、传统的戏剧，其实最后竟是大团圆结尾。好的，这就老百姓的心理。对啊，我也没少研究这个，因为您喜欢这个，干这行多看书吧。对，有的时候没事了，老先生也说多看书。哦，艺人拼到最后拼的是文化，没错。有时候自个儿在屋里边就是看呗啊，看什么？看看哦。这是西门大官人啊、嗯！您换点好书看不行吗？这个有画儿啊！别呵，净看画了。除了这古典文学，看你从哪个角度出发了。哦，哎，民间有四大传说，你都知道吗？嗯、不清楚。你瞧，孟姜女，哦，牛郎织女，嗯，白蛇传是，梁山伯，这都知道。啊、哦，那倒是，这都知道。嗯，孟姜女都知道吧？您说说，民间传说。嗯，孟姜女哭倒了万里长城。对，啊。当初有一个皇上叫秦始皇，嗯，修万里长城，天下招这些个民工，对，啊，这男的叫范喜良啊，是满处跑、嗯，就躲在了孟姜女他们家的花园里边。哦，孟姜女家里有钱，嗯，啊，孟姜女跟这儿逮蝴蝶，是这一逮那扇子掉水里边，哦，把这袖子呀弄上来，伸手去够这扇子去捞，就把这胳膊露出来了，嗯，让范喜良瞧见了，是封建社会，沾衣裸袖变为失节，对。就一男一女的这儿一碰见了，嗯，这女的就得跟这男的走，就得嫁给他，多好啊！嗯、好，封建社会嘛，啊，沾衣裸袖变为失节，何况看见这胳膊了？对，最后孟姜女嫁给范喜良，嗯，就是因为瞧见胳膊。对，这个现在要是啊，给我搁在游泳池那儿，哎，你都是我的，好家伙，都是我的，哎，就说这意思。您也是想瞎了心了，那错不了。谢谢您这么鼓励我。谁鼓励你？你最好照着词儿说。哪儿有啊？我怎么也没有呢？别闹，人都花钱了啊！那个、可不是花钱了吗？你说到哪儿？你可忘了不是？啊，好，咱们从来吧。嗯，啊，这个吕边老师啊，从哪儿来呀、啊？您这，您绕太远了。从哪儿来都行。哎，就别去啊，说这个意思。嗯，这到最后，范喜良结着婚逮走了。上长城那儿干活去了，是累死在那儿了。哟，孟姜女一路找来找去，找到那儿，这儿一哭，嗯，长城哭倒了，
哭倒半天。厂长倒了，来帮警察给孟姜女弄走了。哎、啊，破坏文物古迹。哎，这嗨，那时候是文物。民间传说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。对啊，还有这个叫《白蛇传》。好、哦，这是一故事，这个大伙都熟悉是吧？嗯嗯，白蛇是峨眉山千年修炼，哎，一大长虫，蛇精，带着自个儿那个妹妹叫小青，对啊，姐儿俩下来遇见了许仙，是啊，许大官人、嗯、啊，许仙呢打他们家楼下过，嗯、楼上那帘子杆掉了，砸许仙脑袋上边了，知道吗？这是许仙吗？这个白蛇那个爷们儿是卖饼的，嗨，个儿不高，行了。您这还不是好书，您还是那本儿，知道吗？是吗？啊，可不是吗？反正我闹不清楚，还好几个故事啊！啊，又跟西门大官人串了啊！反正后来就是喝酒嘛，端阳经变啊，这就对了。喝完酒，白蛇躺那儿了，啊，好，呼噜呼噜，大长虫现原形。哎呦，许仙吓坏了，嗯，就死了。对，后来白蛇上那个哪儿给他偷了仙草去，仙山盗草啊，仙山盗草，然后盗来草、嗯、给他救活了。是，可是夫妻感情在那儿受影响，有破痕。他亲眼瞧见过，嗯，他媳妇是个长虫。对，举个例子来说啊，嗯，您一回家看嫂子跟那儿是个狐狸啊，你说我干嘛看他是一狐狸呀、啊？就这么好看？哎啊，好看。不是你不怎么能是狐狸大美女？你回家，嫂子拿着笔啊，正抱着脑袋画呢。嚯！那我还是看一狐狸好。你自个儿挑啊！大伙都夸嫂子长得那么孤立嘛。哎，这嗨，孤立像。就说这个意思吧，说这个意思吧。啊，他看见一回，他害怕了。那是啊。就算救活了，这日子也没法过。那瘆得慌。后来小青跟他姐姐出一主意，他说一块做了一个扣，嗯、哦，把这许仙治好了。是。三口人坐着正吃饭呢，嗯，白蛇一努嘴，嗯嗯，这是，哎，小青出去了，哦，奔厨房盛汤去了，嗯，在厨房一叫唤，可了不得啦，怎么了？看见一条大长虫，哎呦，许仙一瞧，哟呵，嗯，那儿又发现了，哦，跟白蛇两口子奔厨房，嗯，啊，白蛇这拿着宝剑一指，下来，是，这蛇掉下来是条白手绢，哦，就为了解他疑心，对。郎君，这回你相信我不是妖精了吧？啊！哎呀，许仙很感慨。是娘子啊，我知道你不是妖精了。嗯嗯，你是他妈别媳妇儿的。嗨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这民间传说嘛？传说传出变戏法的来了。是，你看，就是意思。嗯，还有这个牛郎织女，知道吧？啊，这也熟啊。牛郎织女，嗯，玉皇大帝在天上啊，也是实在闲着没事儿，嗯，跟王母娘娘呢生了七个闺女。哎呦呵，闲着净生孩子了，这个。这神仙有神仙的乐趣嘛？啊，神仙就这乐趣，啊、那怎么办呢？啊，然后这其中这闺女们都下去洗澡去了。哦，啊，在池子里正泡着呢。是啊，来一个牛郎。哦，啊，这牛郎是干嘛的呢？是啊，就有时候晚上夜店门口站着那个。什么乱七八糟！别胡说八道！捯饬干干净净的，还漂不亮亮？不，那不是那个牛郎，不是那个啊？对对对，我瞧都烫着头，挺好看的。啊，这不是。你瞧，指什么发财的都有。哎，是也有光头的，啊，客人揪的，不许胡说八道啊！谁胡说八道？别闹过节了啊！啊，说到哪儿你快忘了吧？啊，又重说呀、啊？说到洗澡了啊！啊，洗澡，这七个闺女跟池子正洗澡呢。嗯、哦，来牛郎、嗯，牛郎很开心。牛郎说：“太好了，怎么太好了？沾一裸袖便为师姐是吧、啊？瞧见胳膊都架了。”这七个全是我去了，嚯、哦！嗯，没听说过。去把衣服抱走了，是抱走之后，后来这没辙了，嗯，这个七仙女、嗯，七个仙女就全都跟了他了。这什么？全都跟了他了？不跟七仙女结婚吗？啊，跟七第七个，不是七个啊。啊，对。哦，我说的呢。嗯。哦，我原来以为是王母娘娘生气，是因为七个都弄走了呢。好家伙，那是你想的。哦，那也就是他，要是我，啊、七个都弄走了。没有，我连王母娘娘都要了。嚯！好家伙，好吧好吧，嗯，然后后来结婚了，是啊，王母娘娘很生气，嗯，画了一道银河，嗯，拿簪子夸一道，对，然后让他每年七月七两口子见一面，学桥会，哎，这叫牛郎织女，嗯，还有就是这个第四个故事，大伙都熟悉，嗯，梁山伯住丰台啊，住丰台，那么这个故事，等会儿等会儿，都住郊区了，就别说了，谁告诉你郊区啊？废话，住丰台干嘛？住哪儿？祝英台，祝英台住丰台啊？啊，嗨。没有丰台什么？没有丰台的事。梁山伯祝英台。哎、对了，俩人。哎，这是个东晋时候的故事。您说说。哎，祝英台是个闺女。对。梁山伯呢是个小子。嗯。啊，俩人一块上学的时候认识的。什么词儿 啊？你看，上学干嘛？上学吗？有学问吗？上学大学生吗？
你不上学啊？啊，也上啊，那也不是个好学生。我们这叫学生啊，你这都方言啊？谁那是方言？知道吗？上学去，上学干？上学，上学，上学去，上学去啊！嗯，上学的时候俩人就认识了。嗯，但是祝英台呢，捯饬的跟个小子似的。哦，哎，一问说你叫什么呀？嗯，人这书生说了，嗯，我叫梁山伯。哦，哎呀，你有时间上我们那儿去吧。是，我们梁山伯呀，有108员好汉啊。什么梁山伯？这大哥叫宋江，没听说过啊？您怎么老串呢？这您说点梁山坡，不是梁山伯啊？那不，这两码事。哦，梁山坡啊，两回事，梁山坡两回事啊。哎，对，哎，俩人后来反正挺好，嗯，到最后十八相送，哦，这一道上祝英台就用各种的比喻跟他说，哦，就希望咱们俩人成两口子。对，可他是以男人的状态出现呢，没看出来，梁山伯没答应。对，到后来知道这个消息了，上家去求婚，来不及了。怎么？因为已经把他许配给当地太守之子，哦，叫马文才，对，富家公子，嗯，许给人家了。梁山伯回去就病了。哦，啊，病了要死要活的，祝英台给他写封信寄回去，后来还是死了。嗯，出嫁那天要求我这轿子得从梁山伯坟前那儿过，路过得瞧一眼。嗯，轿子打那一过，坟开了，哟啊，里边咣咣咣咣咣咣一劲往外蹦火星子啊啊！祝英台瞧，这是有石油了，这是有什么、啊、什么乱七八糟？干嘛？祝英台打井的是怎么着你？反正就是我看那戏里边都是那冒丝花那个玩意儿啊，祝英台层跳进去了，哦，坟就合上了。对，再打开出来两个扑棱蛾子，这嗨，多恶心啊！叫什么蝴蝶呀？出来俩蝴蝶，豹纹的啊，豹纹的，这好嘛？出来俩裤衩啊，这是，他们俩在里边脱了，这是美满幸福的生活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哎，你说的很肮脏啊！哎呦。还豹纹的干嘛？就反正出来俩大蝴蝶，俩就活着没成两口子。对呀、啊，死了成两口子，化蝶了，在天上载歌载舞啊，一边飞一边还得说呢啊，这个我的老头子，哎，我的老婆子，好，三节拜花像，反正很开心，嗯、啊，挺好。这个我们说不热闹哦，哎，这么多年来呀、啊，不管什么戏曲啊，还是曲艺啊、嗯，很多前辈都用各种形式演绎过梁山伯祝英台，它是好故事，非常的好啊，好多曲种都唱过，特别好听。是你比如说有一个山东的拉魂腔哦，唱的好听，山东的、啊，通俗易懂，幽默风趣。那您唱几句？山东风味特别的浓，来啊，山东话唱的一个梁祝，什么味道呢？抱孩子都抱住了啊！对，干嘛呀、啊？我这一收签你扔台上来也是事儿。我至于不至于？嗯，都准备啊！嗯，坐住都坐住，因为这个很有冲击力。是啊，哎，扶着点两边那个把手。啊、哦，屁股往下沉着点。啊，这不至于。别会我一唱完了，满剧场飞蝴蝶也受不了啊！不至于的、啊，都挂椅子上了，那就 嗯，好吧，好吧，嗯、好，谢谢啊，来吧，嗯，一唱起来这样的，来，那个太阳出来。哇，滋了喂喂呀，滋了喂的喂呀，在那山上下来两个学生来，前面走的本是梁山伯，这个梁山伯后边跟着本是祝英台，一呀呼那呀哟，嚯，好家伙、嗯！谢谢啊，谢谢你们大家配合啊啊啊，没有飞起什么来，多新鲜啊！这是山东拉魂腔，是河北梆子也唱这戏，梆子梁祝、哦、啊，梆子就不好唱了，怎么啊？梆子小声唱那个。梁山伯挺有特点的，吃功夫。哎，我学学梆子唱这个啊。好啊，一唱起来这样的。梆子，听过梆子吗？听过梆子。哎，梆子分很多种，是啊，山东梆子、河南梆子、山西梆子、河北梆子、嗯。对，哎，刚才唱的是河北梆子啊。啊，唱完了这就，您还没唱？我唱了吗？没呢，岁数是大了，你看这会儿这就记不住了。嗯，来吧，梆子一唱是这样的啊。嗯、忽听得一旁。欢兄长不要问那梁山那伯飞起扬扬嘿另一个味儿啊嗯嗯
评剧也唱过。评戏，评戏分两种。哦，一种就是咱们现在大伙儿听的评剧，是；还有一种是已经失传的西路评剧。哦，西路，西路评剧过去是在北京郊区以及天津、河北三界交处。哦，它有这么一种评戏叫西路评戏。是是，它是由民间小调引申出来的。嗯，小腔特别的多。哦，调门还得高。嗯，他也唱过梁祝。是，西路评戏不叫梁祝，它叫梁山伯下山。哦，下山，梁山伯有几句唱、哦、这个不好唱，这么您给我们唱唱，你听听，我试试这个啊。西路评戏后些年不唱了，呵，还是我上学的那会儿学的。哎，怎么听怎么别扭的。嗯，多有养味，不说好说蒿、嗯、您来吧。西路评剧梁山伯一唱起来也挺好听。嗯，听听。那一日送你哎下山来哟、哦、哎嗨哎呀、哎哎嗨，叮嘱的言语我记在心怀呀，哎嗨哎呀！你言说家有小九妹，又说女貌配郎才，今日鲤鱼兄我登门拜哎，拜上小妹哟，祝英台哟，哎嗨哎哟，哎嗨哎哟，哎来哎嗨哎哎哎嗨哎嗨咦！哎呦，好，有点意思。西路评戏，哎，好啊，但这个唱的少。嗯，一般的评剧它是以祝英台为主演。哦，女的，哎，旦角的。过去尤其是从解放前、嗯、那些个老的评剧演员们，人人都唱过祝英台。哦，讲究的是得把观众能唱哭了。可听个戏还唱哭了？你瞧瞧啊，演员投入，那在那也是过分。你瞧你那个作死的样儿，你瞧什么叫作死样？怎么就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了？你这，嗨，你这城市化的东西，你要说看个电影、看个话剧，那真演城市化。这个也是真的，来不得半点虚假。那不至于哭，你功夫是功夫。你瞧我看真入戏，我哭了。你看，不至于。你看有人说让来一个啊、嗯，也不知来一什么啊。啊，好，那您说来一什么？我明白他的意思啊，啊就唱一个看能给他唱哭了吗？是吧？哎，可以试试、啊、让他哭那个很简单 啊, 啊要打人呢是个啊，你打哭了可不说你算卦的我都打了。好家伙、啊、没有，那就其中有这么一段，就是祝英台修书，哦，提起笔来给梁山伯写信啊，写着写着眼泪下来了、嗯、过去那老角唱这真是一边写一边掉眼泪。那他哭别人不会哭，你这个就没意思了。他入戏他当然哭，你是看哭，你这玩意抬杠，这是、啊、不是抬杠，抬杠比打翻挣得多是怎么着？什么词啊您这都是。那咱俩试试行不行？可以试试啊，我就不会哭，反正真的啊，多新鲜呢。我就学学人当初那唱戏的老艺术家啊，没问题啊，红遍天津北京一老角、哦、一名叫赛砒霜、嗯、哎嚯，毒药啊，这位就说这个意思吧。 啊你不哭我就给你弄死就是、啊、弄死下、啊、跟这儿写信啊，写信，然后看看能不能哭出来。绝不能！但你这样不行啊！你跟这撇着大嘴的，这兴奋劲儿就好像你父亲刚去世似的。你这去你！这我兴奋什么呀？你得跟你一块投入才行。我投入也是看戏呀、啊。是你配合一下，配合也哭不了。我扮演这个祝英台，你来这梁山伯，可以行吗？啊，我还演一句。对，你这会儿就已经是躺在病床上要死的那梁山伯了。哦，我就快死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就可以，哦、你就死了吧。哎，这嗨。不是，这还现商量就死了？这个很简单，你就跟这儿躺着一躺，就你就不找一地儿啊？我还真躺下是怎么？就是有花儿，你看。别，嗯，干嘛用花儿啊？干嘛呀？你就死，你这样不用躺着啊？来来来，就这么站着，假装就死了，好吧？啊、假装死了，死了没有这样，死都得蒙块布。我还蒙上？我给你蒙，谁蒙也是蒙啊！你都不用动手，多大势力？这叫什么势力？这我给你蒙上，蒙上之后我一唱，你看你哭了哭不了？哭不了，蒙什么也哭不了。你看你这就没意思了。别客气，来于老师来来。嗯，好啊，来吧。哎，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啊。这是四大传说，第一个呢叫孟姜女。从头说呀，您这个，我这憋死了，我这一会儿就死了，我好写信嘛。哎，这嗨。没听说、啊、来来来来来，您得唱，先是一个搭调啊，然后安板、哦、来来来来吧，来来哎、嗯、
北站舞台出现灵异现象。头里边是评剧的一个搭调啊，可说是山伯哥，山伯哥，小妹我害苦了你。什么毛病？你打人干嘛？你这诈尸呢！我告诉你，我憋得很，憋得很，你憋得很，喘点气儿，你喘匀了，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？我喘的匀这么长时间，好，这死尸搁在锅里煮开了，你看了吗？你听说直咕嘟，满带冒泡的啊！快点唱，来来来，非哭不可，来吧！论顿大大大大苍了浪，贼雷苍大铺得苍，祝英台提笔。泪满腮，点点的珠泪，我是洒下呀来，上写着拜上啊梁山安排，哎哎，下坠着呀小妹，我叫祝英啊台，想当年在杭城同窗三载，哎哎，你恩恩我爱，咱们两个两小无猜，十指望啊成连理，多么样的欢快，哎哎呦，谁知啊将我许配那马文才，听人说山伯哥身得了重病，好叫我万两黄金我就买，哎哎哎哎，不来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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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我那叫不应的哥哥呀。哎呀，你怎么哭起来了？你跺我脚上了。